进来啦。这破洞在哪？它就从哪里进来？好，然后接下来啊，老师弯弯，还没。好，没关系，剩下老师可以看。这里就是有帮老师推荐一些其他的那个游戏，像是像我们现在在一个空教室嘛，那我们四周没有什么钢琴，我们现在如果突然想弹钢琴的话怎么办？这里里面我有下载一个钢琴的游戏，那这个游戏是需要付费的。等一下。哇，终于有投入了，你真的最佳 model， 你该代言了。哎，飞走了是谁啊？